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Jessica 的频道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道顶级清蒸东星斑。游着泳的东星斑已经带回家清理好了，同场现应的还有虾和生蚝。水开之后，大火蒸十分钟，你用筷子检查一下中间是否已经蒸熟了，再倒掉一半的蒸鱼水，浇上滚油，蒸鱼就做好了。你看肉质多么的滑润甜美，能不能